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一周科学新闻。今日为大家报道嘅系鼠跳动，精彩花絮。依家系几多年？你哋系喺边度？你哋系做紧乜嘢？唔玩乐金。呢个系暑期活动，系咪？系。咁你学唔学到嘢？学到。咁除咗我哋科学馆自己嘅课程之外咧，今年仲有一个同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合办嘅免费课程，叫做《小小天气预报员》。我哋咧系有五个班，系有网上版本嘅，分别系 LEGO Spy、LEGO Redo、Michael Beat、Telo 无人机编程同埋百变镜面。即系写好咗之后，我哋写一写呢一个保台嘅指令啊。知道科學館都有啲嘢係好吸引人嘅。哦，我知啊，你講暑期活動係咪咧？嗱，報名情況咧又真係好踴躍嘅。我今日幫咗，我今日又請我睇下啦。我一開頭就揾我。然後就放起個電鑽，就點出嚟。咁個人咧就係用畫面上嘅 LED 燈去顯示翻出，所以你嗰陣你嗰廿五塊 LED 燈係非常好用嘅。講啲嘢就係用電。如果有嘅話咧，應該覺得非常好用。因為可能大家發現佢有啲唔同嘅嘢。咁我哋拆咗之後咧。
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！ 大声啲。差不多了，一定要这样吗？是的，时间真的差不多了。好，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跟大家一周放新闻吧。拜拜。拜拜。